新的一题来了，七个字，上上下下左右左右，魂斗罗是吧？啥？啊，不撞南墙不回头。小宋正确。问一下小宋，为什么是南墙？那墙啊，东南西北是吧？上北下南，你这一看就偷题了。我偷什么题？你看你这就偷的不自然，你看。偷完了过度的不好。来，最后一题，五个字。四。哦。弯道超车。拖拉机司机。拖拉机。分道扬镳。五个字呀。速度与激情。正确。哦。最后那个对吧？这太经典了，这个。音乐一起的时候。当年跟贾玲姐不是演过一次《速度与激情》，跟这个演法又不一样。失败，没激情这次，速度没激情是吧？只有速度。好了，二位表演结束，但是综合得分，答对更多的是王牌队。接下来要上台表演的是沙哥和兵哥。兵儿，我跟你讲，表演绝对惟妙惟肖，来吧，来，请出题，几个字啊？四个字，四个字。这不好演呀、啊，这确实不好演，确实不好演。没有，校园霸凌，家暴，这咋看出家暴的呢？家暴，碰瓷儿。狗仗人势，欺人太甚，胆小怕事，贪生怕死。正确。这咋看出来的？这瞎说的呀，蒙上了。瞎说的，你这样没押题，小童。我真没有。小童对了啊，下一题。呀，这容易了。这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几个字啊？骑摩托。四个字。跑步机、自行车、共享单车，共享干嘛？自行车、自行车、自行车、健身车、单车、动感单车、动感单车，正确，动感单车。哦，动感单车不是共享单车。我们这都看起来挺便宜的，像共享单车。主要车不行，硬件的问题。好，新的一题。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十四个字啊，十四个字，十四个字啊，头两个字啊，拜佛求扶桑，头两个字，不到黄河心不死，完了后边，后边是大象，躲雨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，然后还有一些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杨迪正确。啥？哇！啥？天哪！哎，表演怎么样？到位不？很烂。太厉害了我！人一个都猜不出来，他真能猜。翔哥都想走了，翔哥到现在对过没？一个都没有。翔哥还在回味上一轮的题。哎呀，四个字儿，有一期，孔雀开屏，杨丽萍，杨丽萍，杨氏丽萍，四个字儿。最后一题来，哎呀，这七个字啊，这，哇哦，老虎屁股摸不得，哎，我也猜着，同时啊。算祥子的，不然祥子这一季白来了。这个算祥子，把你那个声音抹掉。答对多的是王牌队。接下来要上台表演的是糖糖和杨迪。哎呀，这下难了。啥意思啊？有难度。本轮你俩是表演海报、电影海报。猜电影影视作品。对，影视剧作品。
请出题。哇，这个简单啊！来啊！多少字儿？几个字儿？这个啊，不对，我想想这几个字儿啊。先说几个字儿啊？几个字儿啊？你也不知道？几个字儿？我想想这电影名，我这是在整我们俩。这上面没写电影名吗？没写，没写片名。纯海报。对，我们只能这个海报也是一种致敬。我们只能演海报了。登起来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啊，我知道了，前面的是女的，是吧？不是，没有女的，没有女的，不是，我知道这海报，但我不知道这电影的名。你们是不是在月球？不是一个地球啊？对，这叫什么呀？是那个 ET 外星人吗？六个字，六个字，你们说不出来，真的很不好意思坐在这儿。疯狂的外星人，正确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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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疯狂的外星人，对，疯狂的外星人。疯狂的外星人啊！